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可以画成这个，其中 AB 是直数，那么他们说哈，这个 A 加 B 等于多少？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哈是等于根号四分之四加五啊，啊除以它的话就等于乘以它的导数，就四分之七。哦，啊再乘以多少呢？根号十六除以二十一，约分七三二十一，十一四四四十六。啊再来是五一五，五二得十，再约分二一二，二得四。所以这个是等于根号三分之二。哦，根号三分之二等于 a 分之 b 啊，所以这个是 b， 这个是 a， 也就是说 a 等于三，啊 b 等于二啊，那我把它加起来 ，a 加 b 等于五，所以答案是五。